那个帅哥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啊。你喜欢吃水果吗？不喜欢。咋了？卖水果的？不是，那我喜欢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水果吗？苹果。不是。梨。也不是。那你喜欢吃啥呀？我喜欢你这个开心果啊。那你喜欢吃啥呀？我喜欢你这个开心果啊。我身旁是我的专属天使。傻，我又不是开心果，你才是啊。我的妈呀，我又不是开心果，你才是啊。你是我的专属天使。